是 Sherry， 然后我今年大四，现在刚大学。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的事。不过在跟大家分享之前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刚刚有那个孩子区的，就是爱孩子的，爱孩子的为爱孩子。好，偏乡的，打工换宿的，然后旅行的，然后还有什么跳舞的，对，跳舞的，然后城市浪人的，还有城市浪人的，对，然后中正高中的。谢谢学弟。对，然后就是很开心可以在这边，就是遇到我们好像有点关系，又好像没有关系的，就是焦点。对，然后今天想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是，大家觉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？有人想要跟我分享吗？就是一步一步达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自己想要做的事非常好。还有人要说吗？再一个。这个我在那个 Coursera 和陈长芬老师上面才昨天才写完。对，我好想。对，然后我自己的成功定义是 work life balance。就是生活跟工作尽可能非常好，我觉得这都非常接近，可是这跟我想要的讲的就非常像。有人有那个1000块吗？可以借一下吗？纸钞。等下是魔术吗？这是。蓝蓝的魔术，你可以借我一下吗？或是百元也可以，纸钞。500个吗？1000比较好。等一下，好。好，这是一张1000块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今天要讲成功的定义，然后吹一下，然后它是1000块。它是什么？1000块，我就回答吧。这是什么？1000块。1000块，可以折吧？可以啊。这样子吗？还是1000块吗？可以用的1000块。这样呢？还是掉在地上，还是1000块。那，你想要这张1000块吗？我好。还是喜欢这张1000块，但是有点重。让我折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就是，我觉得你就是一张1000块，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事，对你做什么事情，你还是1000块。不过在你被做这件事之前，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是一张1000块，你不是一张白纸。别人说你是多少钱，你就是多少钱。别人说，你是50块吗？然后就是对，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定价，然后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知道你自己的定位。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成功的定义。对，好，然后为什么我觉得成功就是成功的第一个认识自己很重要，就像刚刚那张1000块一样，因为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如何认识你自己，没有人告诉你说你要怎么认识你自己，没有一堂课，没有一本书告诉你说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，而且只有你可以找得到。对，然后接下来是我之所以觉得它这么重要，是因为台湾的教育会让人家觉得社会的价值观就是你的价值观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，你也觉得怎么样，就是爸妈觉得怎么样，应该要做什么工作，应该要念什么科系，应该嫁给什么样的人，应该娶什么样的人，都跟社会价值有关系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是1000块，别人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话，你就会被社会价值观带着走。然后第三个是大家会很尝试改变珍贵独特的自己，然后努力去和别人一样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，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一张1000块，所以你会以为别人都做得比你好，别人拥有的你也想要有，所以你把自己最珍贵的地方去改变，然后努力去和别人一样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，然后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刚刚很多人都说想要了解自己嘛，然后说做自己是成功的定义，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想要把我的方法，就是我了解自己的方法跟大家分享。对，然后它就叫做 ABC 法则。然后想象一下 A 到 C 一定要经过 B。 好，刚刚有人说想写书的，对，想法想要写成 一本书，那你觉得 B 是什么？ B 是什么？过程。好，没关系。B 是 我自己想象， B 就是你给自己一个时间概念，然后你想要写几页，你想要写100页，然后你就开始规划一年期间出于100，然后就慢慢去算，这样是不是就变得很简单？是，就好像没有离你那么远。原本想法跟书他们是很遥远，但是你在这样想完之后，你就觉得它非常的近。好，素人变成艺人，有人要当 model 的，请问素人变成艺人，你觉得要怎么样？就是你要好，没关系。素人变成艺人。
艺人呢，我自己的想法就是，你会去观察其他艺人有什么样的特质，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，你就会开始去模仿他，然后渐渐的你就会找到自己的 tempo， 然后你就会变成艺人。对，然后害怕变成勇敢。哎，刚刚有一个很喜欢说对不起了，还有告诉大家害怕变成勇敢。B 是什么？没错，非常好。这件害怕的事，就是你要知道勇敢的人是怎么样。你开始去看别人勇敢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，做什么尝试，你就跟他去做一样的事情，然后慢慢的，你就会变成一个勇敢的人。那对自己一无所知到了解自己呢？有要讲吗？好，没关系。就是呢，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方法，就是做一张自己属于自己的地图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方法。然后第一个，首先你要做一张地图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走遍大街小巷，想象你现在没有 Google Map 在这个世界上，然后你想要做出一个地图，那你是不是就要背着照相机或是背着你的画笔走遍大街小巷，你就可以有那个概念说，哎，这条路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你就慢慢的画出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，然后最后跟着你手上画出来的那个地图去找到自己的目标。对，所以呢，走遍大街小巷，所以这就是我走遍自己的大街小巷的一个图片。然后第一个就是很多社团，很多活动，对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，我有做过很多事情，我是一个杂食类的小孩，然后我做很多奇怪的事情，然后喜欢跳舞，喜欢交朋友，然后我喜欢在这些团队里面看到不一样的自己，不管是个性上的或是能力上的，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领导的人，就是我在一个团队里面，大家都会说我就是一个自己以自己意见为主的人。对，我就是这样。可是我会喜欢去尝试其他，我想要试试看美萱，试试看别的角色，然后在不同的团体里面站不同的角色去思考自己的样貌。对，然后就是了解自己，你跟不同的人在一起，你会了解到不一样的自己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感情，刚刚有失恋的朋友，然后有谈感情的朋友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为什么大学要谈恋爱？因为大学谈恋爱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方法。你会知道，哦，像我工作，我是一个超级工作狂，可我谈起恋爱来就是一个疯子，根本就没有理性可言，然后就是一个想怎样就怎么样的人。所以我也是谈了恋爱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一个这么最不好的女朋友，不是啊，不是一个很以自己意见为自己意见的女朋友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尝试过，你才会了解自己那个面向自己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飞机，就是大三出国，我也是大三出国，然后我在芬兰交换，然后我在芬兰交换那一年呢，也是，就像刚刚那个餐桌的故事，对，就是大家语言的交换啊，然后你去看到不同的 culture shock， 对，所以就飞机，然后中间这个地图是，地球是因为我有去环欧，然后有去加拿大，有去美国，有去各种不一样的地方去旅行，然后我也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，所以我觉得透过旅行这件事，就喜欢做 couch surfing， 然后喜欢住青年旅馆，然后这些事，然后遇到不同人也可以认识你自己，然后最后这公式包就是我的实习，然后我的实习工作有很多项事，这是我今这个半年做的，今年就是我回台湾之后做的实习。对，然后第一个是我在芬兰教幼儿园，所以我就很喜欢小朋友，所以我想要去芬兰幼儿园看看芬兰的教育现场是怎么样，这就是第一个。然后回来之后，我就立马去台湾最偏乡的地方，叫做兰屿的幼儿园，然后一样去实习，然后教小朋友。然后我就发现我在芬兰看到的东西，然后套用在偏乡地方，好像跟我心里有点共鸣，所以这就待会故事的开端，对，有点共鸣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把我的东西带到偏乡去，所以待会跟大家讲。然后接棒启蒙计划，接棒的朋友，接棒的朋友，就是我在那里实习，然后为台湾而教 Teach for Taiwan 是见习生，然后接下来考正式教师，所以 Teach for Taiwan 的好朋友就是，对，然后这是我现在外商公司叫 Santa Fe， 它是外国人移入台湾的一个代办公司，对，然后儿童商学院是我六日的角色，所以呢，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走遍大街小巷的意思，就是用不同的角色活你的人生。所以我的六日是一个老师，然后我的平日是一个学生，也是外商公司的小小倒咖啡小妹，对，就是我的工作。所以我觉得在透过这些不同的角色里面，可以慢慢的去认识你自己。然后要勇敢去尝试，这样。
还哦，就这个。嗯，好，终于要讲到重点，剩下四分钟。好，就是刚刚讲完走完大街小巷的那个部分呢，就是讲说我用我的方法去画出我自己对世界的理解。于是我刚刚前面讲的，我对孩子的憧憬，我对偏乡的憧憬，还有我前面很多很多故事经验，我要如何利用这些经验呢？所以我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屋，然后我目前这次就是走入偏乡，把我的故事带给孩子们，然后让他们打开新的一扇窗。然后，好，先问我每次演讲的时候，我都第一个会问的问题是：哎，小朋友有没有人想要出国的，请举手。哇，你们果然都不是偏乡的孩子，非常好。对，因为偏乡的孩子就是，啊，哎，等一下下课是什么？这完全没有人觉得出国这件事，他根本没有办法理解那件事。然后我是英文系的，所以我通常到偏乡，我老师都会说：哎，你应该多教孩子英文，多教孩子英文。但是在兰屿，谁会讲英文？他的阿公阿嬷没有人会讲英文，然后他的生活圈没有人会讲英文。你教他英文，他就不想学英文，所以他都在教室里面吹剑，然后对着我吹剑。那我就想，但是我又不想逼迫他，因为我知道他没有那个动力去学英文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有走过偏乡都会知道说，你会不知道如何让他们接受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开始去思考什么样可以让他们接受这件事，然后于是我就想到我自己的故事，所以我就把我的故事跟他们分享，就说哎，你们知道吗，世界就是告诉用我的故事去吸引他们，然后打开一扇窗，然后他们知道说我不一定要你学英文，但是你要接受这个世界上有人跟你不一样，有人讲着跟你不一样的语言，有人跟你做的不一样的事情，有人跟你拥有不一样的文化。所以我觉得不是逼迫他们学英文，但是要让他们有那个心胸打开去接受新的事物，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。然后我就透过了故事去跟他们分享，用故事影响生命，然后走入偏乡带来转变。然后再透过这件事情，就是我去偏乡，其实不管是帮助他们，也是不只是帮助他们，也是帮助到我自己，因为我找到自己和世界的关联，然后我知道我自己的经历不只是对我自己有用，对其他的小朋友也有用，对，所以我就做这件事。然后这是因为我剩下两分钟，所以呢，就是最后就是跟着你自己画的那个地图会找到一个目标，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在走遍大街小巷的那个 zone， 或者是你是在已经在想要做自己的事，不管是在创业或者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在画出自己的地图，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到最后跟着自己的地图，然后找到自己的目标，然后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是 Shirley， 这是我对成功的定义，谢谢大家。谢谢 Shirley。 我可以吗？